一个妇女起早带晚，利用农业劳动以外的时间做花边儿，一年总可以多收入二三百元。在这里，小伙子谈恋爱找对象，都要看对方会不会做花边儿。许多姑娘出嫁的嫁妆，都是靠一双巧手绣出来的。农业劳动收入上交父母，花边收入大不归籍。这里出嫁的姑娘都给自己准备了一份非常丰盛的嫁妆，小伙子只准备一间新房和一张床就行了。在这儿，男女双方都靠自己的劳动所得，共同组织起幸福的家庭。我们。